什么意思？被壁咚了，被壁咚的那种。我好像没有跟，突然讲话讲讲就，哇！对不起，小猪，他是无敌破坏王。 不是，好，那你们有没有交过大男人主义的吗？嗯，好霸气。我觉得大男人跟春哥这种不一样，对，好像那是一个是型，一个是个性。我交过外表不是那种外表不大男人的，内心是大男人的那种。嗯，外表不是没有那么，我交过喜欢那种很阳光的人，所以基本上就不会太凶或是太冷酷。那如果一直管女朋友穿着，那是算大男人？ 算控制狂，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就是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都还可以接受。就是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哦，因为你在乎什么的吧。但是过头的，所以他管你不准穿背心，细肩带背心，然后不准穿短裤。有一个是连我穿白色衣服都不行，白色不行。我有交过这种的，但我是不喜欢控制狂。 就是可能你去工作，他还会去控制你说，假如你去拍戏，他就说，哎，你不能跟哪个演员讲话，或者你不能跟这个演员有更多接触，然后一点他 IG 可能留言他就会生气。嗯，这么严厉，我觉得这样很可怕。大部分女生应该都喜欢幽默的，对，没有啊，真的吗？不喜欢幽默的男生，我喜欢幽默的男生嘞，因为我常遇到幽默男生，然后像小乐一样，没有，我觉得幽默跟油条，那小乐有油条吗？ 不会，半油半油，半油半半末，哎，半油半油，半油半油，怎么会油吗？没有啦，不油啦，可爱啊，他不是油的，油，那他就算幽默吧，对不对？他是幽默的，但这样因为我喜欢那种很聪明的人，因为我觉得真正幽默的人其实他是很有头脑的，就是他不是只是可能出一张嘴，对，油油条的那种感觉。你们比较偏一见钟情还是可以那个叫什么？日久生情，不是日久生情，你。 我也是日久生情，不是一见钟情哎，真的假的？可是那真的要，我就第一眼看哇，那你喜欢的人生是不是都同一个型的？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哦，没有啊，你要喜欢小眼睛，我就说我喜欢小眼喜欢色的条件，然后到最后就真的不会是我原本设的。你喜欢韩国人？哦，对，我都喜欢那个韩星。你喜欢韩国，然后小男生，小眼睛，有点害羞，对对对对，花美男。 害羞快，你们会不会是就是不想要交什么样星座的男朋友？水茶金牛啊，我最好男朋友就是水茶金牛，哎，不是，等一下，金牛不水茶，我收回，收回，你们两个让我很彷徨。等一下，水茶不发生什么事情？水茶不。 不知道我讲什么，金牛不水茶，金牛超棒。我交过金牛加一金水茶精灵，好像一道料理哦，沙茶牛肉。请你收回水茶精油的话，你会得罪所有金牛座的。没有，我说我的那个水茶是金牛，不是说金牛的人都很不好，那个金牛的 OK， 你看还是有人爱啊，你最爱水茶精油。我没有爱水茶，自己说的。我爱的是金牛，不是水茶。但我个人最爱处女座，处女男。对。 处女男超棒的，我遇过，我有遇过吗？静伦，静伦，对耶，静伦是比较特别的处女男，你知道吗？你刚刚来了静伦，哎，小心，小心，静伦不错吗？来，蛮配的啊。啊，我想，哎，小心，静伦呢？静伦，他你知道，到底要叫静伦几次？静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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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跟前男友联络吗？当朋友？ 我没什么，我好像不会，完全不会啊，不太有可能。那你可以接受你男朋友跟前女友吗？当朋友，朋友而已，真的是要看他们，我觉得后来的关系是怎样。就是如果他们是有点藕断丝连就不太行，但是如果是快分开，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有各自更好的事情，不行，都完全不行。就算那个女生结婚了也不行，结婚也不行，不行啊，因为他们两个就曾经有过一段啊，而且。 我就没办法接受哎，你们竟然感情洁癖，哎，这个感情洁癖吗？小小吧。而且我好像就是，爱情，事业、友情那些，就是工作那种什么都很好，然后但是我唯独对爱情这块超级刁钻。你说很算死脑筋吗？对，就是很严格。可是我觉得我很知道自己是以感情为主的人哎，对我来说那个感情或是就是各种情感的东西才是我觉得最稳定的来源。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好，我才会事业好。对，对我才会觉得我想就是有那个心力去用。他需要人家爱他。对，就是反正我就是每一段感情中间就是不是会隔到非常久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很需要感情、爱情的人。
我也是。你是爱情中的。你们单身最久多久？6个月。哎，我和你也一样。我差不多。半年就是极限了。而且我，你知道我有一个感情是很久，就是在一起非常久分开的，然后那时候反正分开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我觉得算是好的分开，但是怎么讲，就还是会很难过嘛，因为在一起很久，因为交过那么长时间的分手。你们那时候几年？7年多，快八年，我大概4年吧。对啊，之前有一段很刻骨铭心。那我讲我交往过最久的遗憾，好，最久。8年哇，哎，超稳定。哎，你不觉得8年是应该要结婚生小孩吗？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很人生很多事都说不准，因为我真的那个也是在一起7年多，对不对？对，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会跟这人分开，但是好像还是分开。对，我喜欢找到那种真的是跟我想法比较接近的，就是两个人都是很认真对待这个感情，对吧？但我觉得就是找另一半真的价值观很重要。我那时候听完他的那个之后，就是我也是瞠目结舌的那种事情。瞠目结舌，瞠不是瞠吗？瞠目，这么可爱。对啊，这段流是流，是太可爱了。这个流难得有别的花童名，是瞠吧？瞠目，要这种瞠目结舌的事情，请把我转到背后。你们可以接受你们的那个另外一半的年龄差距 range 在哪？哦，这个，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嘛在一起就是一样大或大个5岁内，没有比你小的。哦，比我小的我好像还没试过。嗯，为什么这样？比我小的好怪。还没试过的时候，你刚刚这样，你看这样，对呀，还没试过。我以为我有这样子，有，我不自觉。回去看镜头，回去看镜头。什么什么是你觉得你感情中会有的地雷？除了劈腿那些的吗？因为劈腿这已经是大，对，应该是任何一个人都是雷了。嗯，小事的话，小事吗？我不喜欢买早餐的时候，他奶茶跟汉堡放在一起。哈？因为是要冰的碰到热的，哈，这件事情很重要。冰的碰到热的，对，然后我早上就冷掉了，这是我的雷耶。啊，我想到我的了。第一个幸福，哎，每天早上最幸福的事情。如果吃东西最后一口没有问我说要吃吗，就把它吃完的，我很在意，很自私，我就会觉得他就自私，只想得到他自己把食物吃完，没有留最后一口。我也真的喜欢吃最后一口，对啊，但是我不会生气，我是地雷哦。嗯，真的就是欺骗吧。我们都说要诚实嘛，嗯，你就说你只要诚实跟我讲，我就不会生气。嗯，但他可能真的诚实跟你讲了一个你不舒服的事，你会生气吗？或是一个你很在意的东西，但他老实跟你讲我要做这件事。他要做前跟我讲，还是做后？做前。